然后做完之后我们即刻可以敷个面膜，如果他觉得很热的话，他还敷完面膜之后可以给上面给他敷一个冰袋。会热吗？不热。其实如果他能接受，他就不敷了，因为我们就需要这种热作用。 是不敷冰袋还是不敷面膜？不敷冰袋。你要看他的要求诉求是什么。如果他说我就是要去紧肤的，你好不容易把能量给他升上去，然后你还降下来，就不太合适了。比如说有一些病人，他比如说脸上有一些小的色素沉着，或者是小斑点，我们这什么时候选择那个532的调配，还是1064的调配？ 那你有斑的话，你肯定要调控，不是暴痛，是。四五三二吗？那调控优势怎么去选择？深浅。如果它是浅层斑的话，你用532可能会好一点，或者说只有这台机器的浅层很好。你用532可能会好一点，因为你比如说你的雀斑的浅层斑的话，532它就打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。但是有个问题不好，就是这种色浅。 事后这种色沉很严重，然后但是你用1064来打深层的斑，真皮层的斑。